天应该得七岁，我想喝妈妈的汽水，把它藏在掌心里，大人无法逼我睡。他跟他今天竟饮醉，我想长的不知汽水，输光自尊也斗下去，压力大得欲望都失去。一闪一闪小星星，开开心心的尝试，但为何一不而才知，一世我也要考试。谁也好，即使我累到没有必要待我好，甜辣酸苦都一样当补，谁亦会介绍牺牲才得到的快乐，亦没什么味道。难怪我双胁插了刀，为博他答谢也好，仍没法开心得这样做。谁愿欠我一世人间散步，善良人永远天真到做好心不信得恶报。终于都跟他分手了，心不算少，今天起睡得够最重要，以后幸福亦未必敢笑。谁也好，即使我累到没有必要待我好，甜辣酸苦都一样当补，谁亦会介绍牺牲才得到的快乐，亦没什么味道。难怪我双胁插了刀，他答谢也好，仍没法开心得这样做。谁愿欠我一世人间散步，善良人永远天真的做好心不信得恶报。一闪一闪小星星，简简单单一辈子，就从头到尾哼一次，忘记智商去做人都愿意。大家好啊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是第162集，我们星期四是这个2月24号星期四晚上9点整这个时间，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小米 Mila 的 YouTube channel。 今天呢，我们162集的是叫做小米 Mila 与你共聚音乐分享这个节目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，也都要非常感谢呢我们碧彪哥帮我们做转播，Thank you。另外呢还有我们跨数的朋友 ,Hello, 你们好，还有我们呢,Facebook 上面的朋友，Hello, Andy,Hello, Chuck, Hello, 你们好。好啦，咁刚刚呢第一首呢送上的就会是杨千嬅的一首歌，叫做小星星。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，咁一首好听嘅歌啦，咁非常之感谢阿伟嘅点唱，同时间亦都多谢阿伟嘅 Super Chat,Thank you。咁我先介绍咗自己先，咁我係
小米 Mila， 每逢星期四的晚上九点，同埋星期六的、或者星期日的晚上八点半就会同大家唱下歌仔，倾下偈咁样嘅吓。咁如果大家想支持小米嘅话咧，咁亦都有非常之多嘅渠道可以支持噶。免费方面咧，亦都可以有呢个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开埋个钟仔咧，咁可以知道我哋所有嘅资讯啦吓。咁另外如果你话我想实质啲嘅支持，亦都可以嘅。咁欢迎大家咧喺YouTube 上面咧嘅 Super Chat 嗰度咧。咁俾个支持啦，或者咧，亦都可以啦，用呢一个嘅 PayMe 啦、PayPal 啦、支付宝啦、微信啦，同埋一啲嘅银行嘅入账啦吓，咁亦都可以支持小米嘅。咁所有嘅方法咧喺楼下嗰度亦都可以睇到噶啦。Thank you， 多谢你哋嘅支持。咁今日咧亦都准备咗咧好多咧大家嘅点唱歌啊，早前嘅点唱歌啊，咁呢一首嘅小星星咧亦都系阿伟之前嘅一首点唱歌喎吓，咁嚟紧咧其实都会有一系列嘅歌，咁但系我觉得咧今日咧上一次咧就系一个叫做2000年嘅歌曲咧得两首系咪啊，咁大部分都系80至90年代嘅歌，今日咧就一半一半喎吓，咁有一半咧都系比较偏新少少嘅歌，咁亦都有一半咧咁亦都系大家听开嘅怀旧歌啊。好啦，咁呢个时间咧，我哋都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吓。我呢度咧见到嘅咧，第一位嘅朋友有阿伟啊 ，Hello， 阿伟你好。仲有啦，Paul、Bonnie、Mark、Thomas、文达、奎恩、阿坚、美玲姐、欣欣、保护艺人、恋之预感、钟雪莹。另外仲有 KK，Hello， 陈生。庸庸 Miss 氣溫還有呢發哥孔志娟 Simon 哥郭振華威匡 Chan Steve Hello 還有呢風兒 Hello 黃寶仔你好Yep， 咁暂时见到呢啲嘅朋友啦，咁另外咧仲有 Lam Allen，Hello 你好，Steve 周围走啊，Hello 仲有球哥 ，Hello 球哥你好啊，仲有大大叔 ，Hello 你好，感谢你们来到小米的直播间，好啦，咁就